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。我来了来了，混出来了！我最近还是新菜管理，到今天十天，我现在呢瘦了4多公斤。新菜管理太难，我现在呢特别想吃麻辣烫。我听说了，混出有很辣的麻辣烫，而且韩国人呢麻辣味很喜欢，所以我今天挑战吧。今天的挑战又辛辣，我还有张斋青菜管理，以后呢多多吃没关系。汤汁也是一点点，香菜没有，肉没有。麻辣烫먹는데저전혀빠질수없죠。辛苦辛苦。好嘞。Later。看出来太辣，但是这样太辣东西就要吃钱了，喝牛奶吧。阿轩，韩国人呢能吃辣味儿，干都不拼了，可以吃。新菜馆里的时候呢，最想吃是麻辣烫。哇，麻辣烫啊，没有香菜，没有灵魂。香菜，这好比太好吃了。新菜馆的时候呢，太水太香了。现在呢，辣味又有不够，再加放辣椒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，变成辣椒汤了。哎，一个钟，够喝完了。大姐，还不够辣。继续加辣椒粉吧。越吃越辣。大梦的忍者神龟。越吃越辣，这样辣到手了，吃冰沙粉。点点凉凉，太辣！太凉，吃上头了。